下面我讲解一下死路汤形意血片刀。血片刀属于形意圈范畴之内，它是死路汤根据形意圈的原理创编的一种套路。这个血片刀它套路简单，它刀路清晰，形势威猛，抻势有力，他劈刺拖截崩啊，崩坦钻啊，钻错撩砍啊，这刀路变化无穷，抻势有力。它的掌形八字掌，虎口要撑圆，食指要挑，后边的三指就扣。这刀不要握得太紧，这刀啊，这刀盘啊，刀把、刀背儿、刀身、刀刃、刀尖啊，刀啊，有刀走黑之称啊，剑走青，刀走黑。单刀啊，单刀主要是看手，双刀是看走啊。这形意刀很威猛的啊，形意刀。我现在偷师于孙子汤的女儿孙建云的高徒梁凤香老师，我属于第三代人。这趟刀在河北保定定兴一带很盛行。我在那儿跟孙一人师爷探讨学习这个血片刀。孙一人是孙振代的儿子，孙振代跟孙禄汤练拳。
下面我把这几个刀的名称说一下。这一趟雪片刀，损失雪片刀步伐轻灵，刀路变化难测，它穿势有力。它一共34个式子啊，我从头先演练一遍。它的理论跟练形意拳是一样，无非它的长了一截，无非是长了一截，啊，它的原理，啊，它跟形意拳是一样的。沉肩、坠肘、含胸、把背、踢肛、卸领、气沉、丹田，啊，乌鸡起势，什么不要想，心中空空洞洞，无我、无你、无他。90度角，啊，90度角，双手从两侧，啊，双手从两侧，这手啊握刀啊，大指可以在里边，这刀背儿紧贴一身，虚灵顶劲，放松，手在两侧往上划呼，接刀。这叫抱刀式，起势。震脚，震右脚，穿掌，啊，这接刀式，穿掌。这个手可以画弧形，啊，裸带穿回来，啊，挂到侧的到两肋，肘不离刃的，啊，手不离心。要这个刀跟脚一块走，叫五花式，啊，五花式外摆，这个刀棒啊，刀棒了，破对方气节，往前垫步，这是摆脚，落步，继续摆，落步，接刀，啊，接刀，这双捧刀。砍，砍的时候，它一个错字，啊，它是，它这个形意的步伐呀，鸡腿，啊，它这是这个把啊，也可以使用，啊，它错动，啊，错动，啊，这错动步，前后错，手撑上力，刀带两，啊，往后拉，啊，有带劲，食指要抓地。三空，手心空，脚心空，心空，缩胯缩肩，两脚极力往外扭进，有缩力，往前推刀，它叫黑虎作动，黑虎作动，这个刃呢，冲对方脖颈啊，腿去也可以抹，啊，左右可以抹，后手要趁上劲，这黑虎作动，啊，要沉肩坠肘，啊，后脚蹬上力，啊，后脚要蹬上力，命门后撑，头顶，闭门式，啊，这叫闭门式，闭门等式，啊，闭门等式，不管他来气节横扫，力刀。桃二，前脚要虚，啊，闭门等式，立刀，正中，护住自己的中，啊，护住自己的中线，啊，画一个弧形，啊，来气节，啊，往下掉，画个弧形，啊，走夜里苍花，啊，拉，啊，积极独立，还有独立步，三体步，啊，还有个独立步。夜里翻花，他这个步伐要往斜走，往斜迈，嗯，看，承上力，斜弓步，
歇工夫，这个刀在背后藏着，这后边这藏着，乘上力，走，推窗望月，走过户型，拉刀，劈掌，工部，坐胯，松沉头顶竖向，刀往后拉，有带劲，有推进，这叫推窗望月，推窗望月。他这个弧形啊，他走弧形啊，连砍啊，他这都藏着呢。背刀，走鹞子入林，往后砍，走个弧形把这脚抬起来，他走进去独立步，有这种步伐，这插刀。来器件，跟我来什么？给他挑，挑挂，往后劈，进去独立，手撑上劲，劈点，他有劈点劲，推窗望月，要的入林，妙手背斩，他撩啊，撩阴，后手住劲。住这把去，挑，三体式。这个隼式的东西啊，它特点呢，它可以推它可以推，后边是住劲，这个手啊，后手啊，它都是护腕，它是护腕，破，住劲，助它力的，顺圈力圈它这是个力圆，走弧形走力圆。妙手背斩，变，他最后还走个错劲，前后错劲，野马跳涧，叫野马跳涧，劈的时候，不停式，这脚上来，不等它落地。错步，去颤一颤，乘上力，头顶劲，眼要往前看，看穿你一切，白蛇吐信，刺，送他咽喉，咽喉去刺，后手，他前后力，丹田后脚蹬上力，要踩上劲，力起于脚，足在腰。穿刀到刀尖上，力打刀尖。这是半蛇吐信。也可以上步，刚才是半步跟，他这步伐任意变化，任意变化，可以垫步，因为他挺远，这个很远，可以上去。K 四咽喉，一 K 四心口，哪儿的 K 四？他的步伐，他有点大三体式，不是完全弓步。他这个膝盖呀，要跟脚后跟略斜倾，纵着劲，要顺线，那刀要顺线，撑上力，力大尖尖儿。黑虎符箓，扣前脚，那重心略在前脚没法扣了，坐胯，展，往后展，黑虎符箓，还不停式，还不停式，磨，他磨。顺他的肚子、腹部或者胸部，这时候重心要是有胯力，抹他，
它变得很多了，还有变化呀。啊，黑虎符箓，行血片刀，损失的特点，啊，这个大给它匕首使，啊，他追他，啊，给它匕首使，啊，追他，啊，他是步伐，带可以绕了，啊，循环，啊，这都是抹。下边转身扑刀，掰脚速度把字儿，扣步扫，哎，扣过来把字把字，啊，架，啊，上面来器械了，架底边来器械了，蹲步，啊，他还个蹲步啊，往下按刀，转身扑刀，往下按，啊，也可以进来顺他这个枪杆子什么杆啊，就是扫他，啊，转身扑刀，蹲下去，鸡腿要虚实分明，三撇刀，啊，独立，走三下，一、二，二的时候这步落下，要平展，啊，十字平展，那后边还得成冤了，不能挺胸。含胸，啊，转身扑刀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这步上去，最后这步上去，横展，啊，要有绷扎劲啊，绷扎劲，这把不要攥死，啊，这叫三撇刀，走，推着望月。要顺水推舟，啊，顺水推舟，来器械以后，哼，带他，震前脚，嘿，继续，对方拨进去，或者胸部，啊，敌着他腹部，用这个刃力大重刃呢，扣步，啊，先是个大三体式，一扣步，青龙，啊，青龙挥手。啊，轻松挥手，刀后藏着，后边来人了，给他穿他一掌，啊，他摆动，这腰胯有螺旋转动，啊，这个气啊，啊，跟着走，穿他这藏，啊，轻松转挥手，轻松转身，啊，就是扫，啊，就是扫，步子要稳，抻肩坠肘，推掌扣步。轻转身，摆脚，错动八字，啊，任意转多圈儿。这刀过来，藏着，裹抱着，里头还有空着。转身，线爪，啊，轻龙线爪，刺，刃子冲上，刀刃冲上，紧紧独立。啊，要冲他心口，或者咽喉，啊，撑上力。这脚啊，得紧紧独立啊，要踢下来，护这个起，奶着起，护着起，啊，要护着起，劈，啊，回身的劈，啊，回身劈，搂头盖顶，劈，啊，力打中啊，力打刃，啊，劈他。抗着去啊！他这个就损失血片刀，他的意思，他的奥妙就是他这刀他弹下的，他先送串刀上来，送下啊，带啊带刀，风轮刀，利刃，嗯，啊，连掌在撩他，啊，嗯，啊撩他使脚着是连。上带下呀，啊，他是不听啊，这是个利刃，啊，是个利刃，啊，这架刀，啊，变了都可以了啊，砍，架刀，往后劈，脚一块钱，啊，一块钱，这手趁着劲，这手趁着劲，啊，
斯洛斐洛的这个这脚做出劲，回身猛虎捷路啊，这个猛虎捷路，嘿、哎、嘿、哎、还是抹啊，他就走八字形啊，给人展开啊，走八字。所谓八字啊，李勇啊啊，走八字，横扫千军，嘿啊，他双脚落地啊，他要求啊，过来以后横扫一圈，横扫千军嘛啊，横扫一圈啊，刀是缠头裹脑啊，横扫一圈，他有双脚落地，要松沉。气要就穿着，就穿下去，啊，拉倒，啊，磨，啊，或者在这藏着，眼神又看着，盯到对方，力四分四六略过这么一点，走到一条线上，追他，啊，可以追他，啊，走螺丝刀，啊，变螺丝刀。后边来人了，哼、哎，啊，他穿他，那、啊、穿越嘛，他这里有穿越、滚翻、扑，啊，他的步伐啊相当灵敏，嘿、哎，咽喉啊，刺过去，把身子转过去，脚，螺丝刀嘛，脚他，哼，这个脚裂到刀尖这一块，啊。又串到上去，啊，就从根节这个力啊，丹田的力啊，哎，又串到去缠绕，啊，最后撤步，啊，苏秦，啊，也得先人，啊，进行努力，先背刀，这刀啊往后插，啊，往后插这拖丹田，嘿，啊，劈砍，这后边来器械啊或者啥的可以挡住，啊，这刀把往挂，啊，带。这紧紧独立，螺丝刀以后，啊啊，这都可以啊，连撤都行，啊都行，还可以，啊旧钱可以刺，啊变化很多。斧刀，啊这又是个步伐，啊一个人，啊就是龙行步，这白猿先逃，追他，啊虽然调完以后，啊苏秦没到以后。嘿，嗯，灵毛扑手啊，很奇妙，他给补上，住去。灵毛扑手倒插步，啊，他翻身呢，就应解刀啊，啊，翻身应解刀，全是错步，啊，这就应解刀，啊，给他一劈掌，你看他显示自己行意嘛，啊，上去都补上啊，崩刀，啊，刺刀。捋着斗背儿往后带刺他，啊这就硬着刀翻身剁，变翻身剁，嘿翻身剁劈剁啊，搂头盖顶啊，这手花后呼吸趁着他啊，趁着劲要翻身劈剁，硬着刀啊跳起来翻身多翻，啊啊力打中部啊，力打刃斗刃，最后啊最后这几个事挂古树，啊古树盘根龙行步推着啊，刺别古树盘根穿透过脑，嗯，这都有招法的啊，虽然它是动，都有招法。中线有护中，护着中，啊，黑虎出动，刺，步子要稳，松沉下去，住劲。啊，
将自己行的横拳扔得重伤。三，猛虎归窝。哎，啊，他可以旋起来，啊，螺旋，啊，多旋都可以。接刀，手势，气沉丹田，呼吸还原。他的招法，但是跟拳无异啊一样，用的都是形意劲，但是我不能使我们啊，要含蓄的啊，松沉啊，沉肩坠肘，含胸马背，提纲挈领，气沉丹田，虎视眈眈。他搂头盖顶，看来我要避他这个锋芒啊，要避他这个锋芒啊。哎呀，接呀，这啊拖，拖他这个腕部，啊，这个拖这个腕部，啊，拖这个腕部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损失东西啊，很绝，他可以抹，啊，他把这个腕子给他抹下来，啊，他抹下来以后，他的步伐，啊，虽然是这么着，啊，过来了，哎，站他就是他，啊，过来了，啊，他这个道路。啊，手要高一点啊，高一点的搂头盖顶，啊，搂头盖顶的，他过来以后，啊，看，啊，钻倒，行一钻倒，拿这个背儿压住他，跟拳一样错，啊，错，啊，我给他点到这儿，啊，我给他点到这儿，啊，是梗嗓咽喉啊，啊，这面部啊，啊，偏听啊。我给他传过去，但是力得倒背儿啊，我得闪住他。他可以走，啊，偏头，啊，他变了，啊，他变了，他不让我，他又过来了，啊，这个孙家东西啊，这个手啊相当妙。你看为啥他变成护着他过来了？你看，啊，他这个东西，他无非他这个器械啊，他就长了一截。一样的原理，看，啊，又过来了，看，啊，很妙，啊，他的道路也相当贼，啊，他不管怎么动，啊，他随意不管怎么动，但是我看，啊，关键就是胆大心细。啊，胆大心细，啊，看，修它，啊，修它，往下抹茶，啊，直接刺它裆。你看他这个路子东西啊，啊，直接把它裆不去，啊，看他们怎么变，啊，随他变，看，啊，这个手啊。你看这个手相当重要，这个手它是破它的，让它下不来，啊啊啊！我俩那可以任意这么变走，但是我们不知啊，不真刺了，不真走了啊，但是得走出这种神意来，啊，他随意走，啊，他随意走，哈，啊，他随意走。这个刀攀了没？这个刀攀啊，这个刀护手，哎，他过不来，啊，哎，推，啊，他要刺我，你看这个手，藏着，哎，把点给他引过去，抢过去，还是斩磨，啊，这是，看了没？修腿，啊，啊。啊，这个刀路子也相当快，啊，他不管往哪边来，看，啊，这一破，
啊，就进，啊，就进，啊，进就抹呀，啊，就抹呀，啊，它随意它变化，它随意它变化，看，啊，这随意它变，看这倒把了，看，哎，它溜，嗯，哎。立刻要把他这个臂给他拉断，他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孙家东西都是就别粘着，粘着他磨蹭啊，啊，他拉呀磨蹭啊，他掉段啊，他又刺我，看走啊，又胆大心细，看都可以使啊，这道路都可以使啊，随他变化。看，嗯，嗯，看，啊，他粘进的，啊，他粘进的，小腿啊，粘他这个脚，这脖子，啊，脚脖子，啊，看他往哪儿走，看，蹦，哎，啊，又过来了，啊，又过来了，啊，看他怎么动。啊，这个身形步伐挺关键啊，啊，随意他动，嗯，嗯，看，嗯，就这是他这个形意的东西啊，啊，相当黑，刀斗黑嘛，啊，剑斗青。随意，啊，他都别过来，看，等着他，等着他，嗯，啊，等着他，看，这个把儿啊，他推过去了，看，你看，看着没有？啊，后心都已经刺住了，啊，蹬，这也可以给这个单手的力啊，一个爆发力啊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啊，紧接着磨。啊，随意变化，看，他侧过来也不怕，哼，嗯，他走啊，嗯，哎，又走了，看，又走了，他这东西啊。接他，看，啊，因为他无非他不都气就唱了几嘛，那就砍啊，他推，走，啊，他随意怎么走，看，要赶上，啊，要赶上，啊，切他这腕儿，啊，抹他。啊，他都往我下边刺也无所谓，啊，看弹他，啊倍儿，嗯，这个力啊弹他，啊躲在这个点，抹他，看，哼，这个啊，你看行医这个血喷刀，他躲呀，嗯，嗯，骗。脚，他都是摸擦着走。好，啊，看了没？我得破他这个腕儿，要不他撩着我，砍着我腿，要紧紧努力。哼，这个刀把变化，刀把抱着，他只要是往我咽喉的刺，这把也是有用的。啊，看，啊，啊，踢撩砍。啊，这手它是有用的啊，拿倒把儿，啊，这倒把儿它有用的，啊，它成长的时候，啊，它这个血盆刀里的路子呀，它也是，掌也能打，啊，不是说不能打，啊，
他不管怎么过来，啊，啊，你不管怎么过来，随意啊，随意不管怎么过来，哎，削他，削他以后，啊，把这点，他下来以后，看，啊，这一接这一掌，啊，乐意刺刺刺，不刺给他送出去，啊，成长，啊，这个刀往后还可以带，他只要是往前刺我。刺我啊！嗯，往回带，把点就破了。看，啊，闭门等事儿，啊，啊，没有空招啊，没有虚招啊。这回我就走黑虎啊，黑虎做洞啊，黑虎做洞啊，他随意怎么使，随意怎么使啊。我先抢他意，啊，比不动我不动，比欲动我先动，抢他意，抢这以后看，还是磨，啊，这推，撩，啊，撩倒，好，好，你看他敢刺，我拿我这把，看这个倒把，他的力他出不来，他出不来。推带，啊，磨，啊，我给他扫，看，扫，他接着我来，挑开，啊，这都可以，因为这个手的护腕它是有用的，它不是说没用啊，啊，臂给他斩下来，啊，他随意动，看，立刻得接住，啊，啊，立刻得接住，啊，啊，给他挑住。得挑住，主要是破腕儿，挑腕儿，看，啊，我得躲，躲，削他这个手，手一碰，他的刀他都得掉，啊，哎，对，看，这身形步伐挺关键，啊，嗯，钻，相当厉害。倒是啊，他是不长眼啊，我们俩这都是假小心。嗯，看啊，我已经绊着他，他跑不了啊，斩他臀部，磨，孙家东西揍，你都别斩着，磨或者是放力都可以，这掌是想撑的。这刀来回不离他这个腕部啊，啊，来回不离他这个腕部啊，啊，来回抽，他都别躲，啊，他都别躲，啊，躲躲撩，啊，看，啊，这，哎，撩他腕部，啊，看他怎么动，看，看着他，刺啊，都可以刺，啊，说刺就刺。空了，我空了，哎，啊，崩，啊，崩，这一崩的劲，啊，一崩的劲，啊，嘿，哎，看，啊，这个胆大心细啊，啊，刺的累。这刀就藏着，刀不离身呐，啊，他跟着身子转呢，不能刀带着身呐，身子带着，啊，身子带着刀，看，这身形步伐，哼，啊，他有钻刀、劈刀，啊，撩刀，啊，撩刀，嘿，斩，剁，啊，翻身剁。啊，他走无形啊，他可以走横刀，哎。
啊，他给横刀啊！他接了上，看，啊，这刃子，啊，就这么快，啊，啊，就这么快。先动，我刺他的裆部，啊！嗨，啊，身形步伐，啊，身形步伐挺关键。他往我下部扎，看，啊，嘿，就这么快，啊，他横扫，身步吧。哎呦，啊，啊，刚才他这护手啊，他这护住了，不对手。他立下来，但这手已经护住了，啊！看他下不下刀，啊！这身子要进去，啊！要抢，啊！这叫抢步。我的，哎，手牙他都已经坏了，斩他了，啊，一急，哎，好，你看，哎，不容他过来，我懂刀不离他，啊，都摸他。啊，要近身，啊，要破他，啊！摸，啊，蹭，啊，也蹭进去，啊，摸他蹭进去，啊，粘住都走。啊，这个刀给压下来，刀把，推住他的肩。
皮腕，啊，都可以进，啊，都可以进。它这个形意的东西啊，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。他来了以后，我往后看他，啊，撩他，啊，我撩他，法无定法，啊，法无定法，哎。避其锋芒。看，看，啊，磨它，刀棒啊都能使。接他，我把他点，接他，哼，斩，啊，斩他的万，斩他万步，嘿，啊，斩抹，嘿，啊，这身形步伐。接低接，啊拖，劈，啊他又过来了，嗯，看着，看着，溜，嗯，啊，刀把，啊，说他这个肘部那刀过不来啊，磨他。看了吧，啊，看了没？啊，这都藏着的，啊，刺他，啊，这个手挡住他这个臂，帮他刀过来。撩他，跟他绕，跟他绕，啊，刺他，啊，总带点啊，点刺，啊，啊，可以点，钻刀，哼，啊，磨，接，哎，啊，避他这个锋芒，哎，接他，嗨，啊，挂，啊，砍，就在这儿，顺拿剑，顺拿剑，啊，接他。对练完毕。